我想今天谁会发现我呢？他们想要从锻炼中得到什么呢？让他们立即行动起来，帮助他们提高健康水平，对他们来讲，会不会是一种严厉的爱呢？他们会退缩吗？或者只是攻击技巧呢？无论是家里、健身房或是酒店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我都会同你一起练习，你来做主。我会激发你的热情，督促你的训练，同时也为你的成绩给予奖励。借助我的摄像装置，可以知道你是变得松懈了呢，或是需要进一步的运动。我是玛雅，我成功地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实现了他们的健康训练计划。一起加入吧，我也将成为你的私人教练。我已在等候你了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 MayaFit。